哇，是你第一次来巴黎吗？是我第一次来巴黎。那马上去看个月的秀，你心情如何？非常的激动。那你今天对你的这个这身造型有什么想法吗？这身因为这次的主题也是跟水有关，所以这身衣服，包括它国际风衣上面也可以有那种波光粼粼的感觉，跟湖面。啊，你看，说这会儿就来了一道阳光，是不是有湖面的感觉？巴黎天气很热，特别热。还好，其实我觉得我很点点热一些。